一群检调人员突然上车拦查游览车上抱怨怒骂声四起。检调官查公司密点了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检调人员不听解释，点名绿营党籍的里长下车。爆料者指控北上喝喜酒，竟然遭乌来会选出游，检警大动作拦车盘查。没有跟你讲了，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，你们有利的证据，你们都可以提出的。 只是里长拿出喝喜酒引带，婚礼现场没有民进党竞选活动，反而是蓝营立委候选人在台上祝福新人，莫名其妙被冠上贿选，里长越想越气。我这办的意思啊，你给他当做毁算，你办，啊，我嘛不知啊，啊，即嘛一寡纸条的有诶无，从去查证，都要搜索一寡资料。我哪啊，好好一个喜事变社会事情，太剪掉太过分了吧。 被调查的当事人心里不是滋味，民进党总部再批检调沦为执政党打手。调查局，你是不是配合有心的人士企图罗织罪名？我们很遗憾，司法竟然沦为马吴的政治打手。 面对抨击声浪，高雄地检署新闻稿回应，收到民众检举具体情资，认定有贿选嫌疑才会发动侦查，过程符合程序。只是拦车调查，最后排除贿选可能，大批人马离去，却让当事者行程耽搁多时，怨声连连。三立新闻薛仁宏高雄报道。